来啊！然后站那么高啊！来来来，阿谢兄的啊，唔免出热情。我今天加油啊！阿哥啊，老汉走上康翕相的，一人有十票啊！有甲郝龙斌有翕相的，一人有十票。啊，有甲我翕相的，一人有两票了。哎，黑姑袂论咧扫，路见不平，气死人，要气死英人。哎，你当作台湾人拢见头的哦？法师叫屁民对不对？总统赢，命也去吃，总统要继续做，市长输，啊，恁的屁民。打要想要停选，立委输，还讲要停选。你木头，我跟你讲哦，林佑昌有问题无？有问题无？咱唔敢讲啦。哦，你人讲有等的检察官叫你去问啦。但是我也是感觉有问题啦，所以。林佑昌选到投靠赖清德，哎，郑文灿选择不投靠，所以出啊，对，你内行的不投靠，我就甲你办。林佑昌会惊，所以赶紧去投靠。啊，赖清德你就唔甲办，抓到佮发动罢免，因为只有罢免，谢国梁卡袂当佮继续忍落去。袂当继续查落去，对不对？哎、欸，啊无，说过，而且阮说起来袂歹呢。伊是真正为恁家人人咧拍拼，恁家人的财产去用登记去啊，会起好大坑在遐咧有用，啊，别人故在人用，无登记倒来家人市政府，啊，伊甲登记倒来，安尼会使甲罢免吗？会使吗？我吼无代无志，我是看袂落咧。哎、欸，阿、啊、无我我包高铁对车来，得个坐计程车来咧。我为爱开过来清咧。恁家人人哦，吞袂落，我吞袂。啊，你吞袂落咩啦？哇！恁大家，哎，恁这卖股要欺负我呢哈！所以我跟你讲哦，我今仔来，这礼拜来，我哦家人，我有哪有分配着？因为我看袂落啊，一个为家人真奉献在打拼的，恁也无要甲听笑，阮真正，恁不甲听笑，我台南人甲听笑。你有甲听无啦？你茫想讲第二关，咱就甲挡下。我看吼，运用行政资源全面介入，是你定爱选啊啦！一条罢免，一定会投票。我跟你讲，家人人爱站出来，爱站出来，你要站出来无？好，我来话说可能，我讲我即马我要过来救别位呢，我唔是讲救别人呢。好，我即马伫我医院过来去稳定着吼，因全面要开战，我来话说可能吼，你来话停安尼落，一句停落啊，剩的都唔免咯吼。啊，拄啊有翕相的，话较大声啊。来，加高亮。啊，你这样停袂过啦，不。贾国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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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良，国良。谢谢，感谢您啊。林佑昌很厉害啊，选择投靠赖清德啊。郑文灿就是不投靠赖清德，所以就办你啦。今天现在没安尼啦啊，那我知道还有很多人准备。啊，要被他清算。郑文灿，他咎由自取，
可是只有郑这八年来只有郑文灿官商勾结吗？那投靠你的人要不要办？打着反黑金的大旗，那我也希望他愿意办到底。办了郑文灿这个案，一定要真正的办下去。雷声大雨点小，那最后交保，最后办到这一线谈判、理性监判、三线低卡米算，这不是我们要看的。我们一路，我从海产楼那边过来，我感受到基隆的乡亲哦，对谢国梁的乡亭，大家厌恶了，忙安尼啊，说把输叫的配民赢，你要提去吃哦，总统你赢了，你为什么不重选？那你选输了，县市长选输了，啊，你要罢免，而且这个罢免法坦白讲也不合理。40%当选的总统，我们要罢免他要50%才能罢免；60%当选的市长、立委要罢免他只要25%。所以市民啊，我们看到的都是很不服气啊。就说一个为基隆市要愿意打拼，而且把不公不义摊出来。加上他把基隆市的财产要回来，啊，家人人听伊都袂赴啊，靠讲即马甲发动罢免，这就是讲有人咧操作。当然家人人嘛知影，有人咧操作，我讲无效呢，25%就翘伊啊呢，所以你爱徛出来，因为人家的小姐欧巴桑大家徛出来，伊就是讲爱出来甲谢国梁小弟。我觉得选举是这样的，选完了4年。让他好好做，做不好四年后，咱就给他留下来，慢好做，对不？做了好就够好做。那林佑昌很厉害啊，选择投靠赖清德啊。郑文灿就是不投靠赖清德，所以就办你啦。那林佑昌投靠赖清德，派赖清德收编他以后，还强力用全党行政资源来基隆发动这个罢免。请天下莫安尼了啊！那我知道还有很多人准备啊要被他清算，所以今天郑文灿他咎由自取，你这上面代志家己知影。可是只有这八年来只有郑文灿官商勾结吗？有那么多的官商勾结，为什么只杀了郑文灿一个？后面还有没有？那投靠你的人要不要办？所以林佑昌目色真好。选择尽快投靠，阿伯义务那也出代志。委员，你有提到说郑文灿的事情，那因为他其实自己土地争议也是蛮多的啦。你有听过说他有这个郑百亿的绰号吗？我说过了，这之前我就讲，赖清德听到的比我听到的多，哦，他当过行政院长，所以每个县市，尤其是我们台南市，清德兄在去年3月14日对着台南全国的乡亲说了。台南这些民意代表、立法委员、甲市议员、民进党这几个，尻川几支毛，台南市民拢一清二楚，啊、哦！所以他要求市长、立委跟议员向全台南市民道歉。为什么？因为他听到太多黑金官商勾结，所以他打着反黑金的大旗。那我也希望他愿意办到底，办了郑文灿这个案。我还是给他一个赞，但是，啊、哦，一定要真正的办下去。雷声大雨点小，那最后交保，最后办到这一线谈判、理性监判、三线低卡米算，这不是我们要看的。委员，那会不会觉得郑文灿应该要辞掉海基会董事长的职务？我们不必呼吁他了，因为他应该自己知所进退。其实文灿兄，你也不要为难赖总统嘛，对不对？那赖总统在你上任的时候，跟你讲较好听，五星级的市长，结果今天出了这个事情，我想大家拢大人啊，家己知影爱做啥物代志，哦，应该退就退啊，无需要阁予赖清德，哦，赖总统呢，跟你开嘴讲，请你退啊。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实在很难确保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也因此。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补充益生菌，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该怎么选呢？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株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痒红肿，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金三角全效配方让肠道增加好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录多篇学术报告，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如果你也想尝试，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每日克菲尔，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